Hello，大家好。哎，我们今天要来做莲师的共修。我们莲师新咒已经差不多快一年了哈，所以我们从第一次差不多是两三百人的样子哈，然后到现在人数有点下降哈。所以我觉得，持诵莲师信咒或持诵任何咒语都非常的好，但是我们要持续有点困难但是大家既然已经发愿啊，要圆满那个咒语，当然就是尽自己所能哦，能够来把它完成假设你今年真的也很赶啊，来不及啊，我们明年还是会持续来办这个异变莲师信咒的共修，好。那我们异变莲师心咒的共修主要我们就是为了苗栗德嘎能够新建，能够非常的顺利啊，因为其实蛮多关卡的，尤其是现在的明年2025年准备要有一个法案要生效哦，那就是国土保育计划。它这个国土保育计划呢，它是在明年2025年4月30号它会生效。这个意思就是以后我们农地啊，或者是一些山林地哦，那就无法变更为宗教用地。好，那我们为什么要变更宗教用地？那就是因为如果我们用农地去建设，那其实面积不大。那用建地的话，那又非常的昂贵。那所以呢，通常都会是找，寺院通常都是会找比较极近的地方，我们叫做兰若，然后去新建寺院。所以呢，未来你要盖寺院就非常非常的困难，如果这个计划如果真的生效的话，当然有一些单位啊也有在抗议啊之类的所以呢，我们好利加在啊。这个我们在今年差不多是上个月吧，有通过新办事业计划，还有水土保持水保计划，所以现在的环节已经进入到水土保持就开始真正要花大钱这其实蛮多关卡的，我们已经去申请了4、5年所以一关难过这个。关关过就是几乎是过关斩六将中间是真的是非常辛苦，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未来，能够在苗栗这块土地上，能够新建一个小小的中小型的闭关，一个环境，让大家能够来做这边来做勘阴禅，还有解脱道，以这两个课程为主的修持，那当然。我们可能也会办其他的闭关的活动，就长天数的，3天啊、7天、一个礼拜的，甚至10几天的活动，能够让大家在土城新北市土城我们德嘎禅修中心学习完2天的课程，能够来到比较极静的地方，然后做禅修，然后也有师父们或者是喇嘛祖玛他们也可以来带领大家来一起来共修，那为什么有一个好的闭关环境是非常重要呢？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闭关环境，那我们可能在家里闭关，你可能散步时就被家人打扰啊，或者是电话，或者是各种声音，甚至是各种飘来的味道影响。初学者，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很寂静的环境。即便是密日巴尊者，他也是需要到山洞里面去到很寂静的地方去禅修当然，他如果他慢慢的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他走到哪当然是可以禅修闭关，但是对我们初学者来讲，也是需要这个环境所以呢，就像我们明见不懈也是一样他虽然禅修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了，但是他也是选择4年游方的闭关到深山去喜马拉雅山去闭关，所以一个闭关环境能不能够成就这个我觉得并不是我们
师傅们或者是德嘎的谁比较厉害哦，然后就把它给完成，而是我觉得是这个时代众生的福报感召啊。如果这时代众生的福报把它拿来吃喝玩乐的福报，当然这个闭关中心是不太可能成就。但是如果大家一起集体的发愿啊，回向啊，集体的祝愿，尤其是将我们的所有的善德。就像我们持莲师心咒，要发起百亿啊，那个百亿的莲师心咒的活动啊，甚至你每天做功课修法，然后一起集体意识的回向啊，然后发愿啊，希望苗栗闭关啊，这个禅林呐、啊，能够很圆满顺利的能够兴建起来啊。现在最大障碍就是大家知道了哈、啊，每天大家生存需要的啊，就是钱。啊，所以现在就是卡在钱的问题上啊，我们是非常缺乏经费的哈。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民间木器是非常有为得利，也很有威望，当然是没有错。但是在这时代，修持的团体呀，看起来都还蛮缺钱的哈。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要来兴建华丽的皇宫，并没有这样。民间木器的风格都是简约风哦，北欧的简约风，所以我们盖也都是用非常符合环保还有大自然的这个条件还有设计啊去弄出来的。所以呢，造价我们已经不就是原本是1亿多的哈，然后可以照顾更多人80个人，但是因为空间呢。我们那块土地只有1700平，哦，然后能够盖的范围，啊，中间用地能够盖的范围会更大一点，所以1700平全部都可以运用。那你农地的话就是一点点，所以我们才要变更中间用地。所以呢，现在呢，这个环境哦，就是这样哈，就是它既需要大家的这个扶持，然后我们才能够去新建。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能够踊跃的扶持，好，然后我们才能够去成立起来啊。这个全看大家的福德因缘啊，这个并不是我们啊多厉害哈，或者是仁波切的功德力多大，仁波切功德力是真的是很大的，活菩萨的功德力都很大。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时代众生的福报没有好好的注入在修持上，那或许这个闭关禅林它也很难成就。但是我相信啊，我们一起持诵莲师心咒的功德力，还有威德力，还有回向啊，很精准的回向，就是要让苗栗的个闭关禅林成就，然后呢，绝对没有障碍，包括资金的障碍也都清除，所有的变更啊、计划啊这些全部的这个辛劳啊，我们师傅们啊都已经承担掉了。几乎大家都已经非常疲倦，很劳累，但现在就轮到你们哈，就是如果你们有因缘，有人去，就是去劝募的话，能够注入到那个禅修那个闭关禅林这边来，希望都没有障碍，能够把它盖起来。好，那大概讲完啊，我们为什么要发起这个莲师心咒的一个这个。缘起哈，那我们现在就稍微来讲一下，那莲师心咒啊，这个功德利益，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莲师他有一个福藏的预言啊，然后有福藏师有讲过，在今年开始哦，就会有一些整个地球会有一些障碍啊，会一直到2030年。那假设我们没有做集体意识的回遮的话，回向的话，那可能我们这个地球上也会越来越多的天灾人祸。好，所以你看现在这个世界啊，这个经济的问题，啊，战争的问题，大家吃饱了真的是没事干哈，没事干就是怎么样，这可能就互相斗争哈，然后就是会侵占你啊，你侵占我，所以呢，这个时代，有很多问题，那我们也需要注入一些，比如说清凉地或者是一些清新的
这个能量进来。廉师心咒呢，Om 啊 Hum Benja Guru Bema Siddhi Hum 12个字哈，这个是30诸佛菩萨的身口意的精华哈。所以莲师说，这个不仅仅代表我莲花生大师的心咒啊，莲师心咒12个字也是过去、现在、未来30诸佛菩萨所有的心咒啊，还有佛号哦。大家听到有没有觉得我很厉害的感觉哈？过去、现在、未来30诸佛所有心咒、所有佛号、佛的名号的功德的总集哦。那他也是上师本尊空行三根本的心咒，还有84000法门的种子字啊，所以经常念诵啊，抄写啊，都可以净除一切的障碍啊。所以呢，在这个时期啊，这个念念是心咒啊，是非常的殊胜的，尤其在这个末法时代啊，有很多的一些天龙八部啊，或者是一些非人的障碍哈。盘踞一些地方，那甚至我们可能不小心触犯到或侵犯到这些非人众生的障碍啊，那它会对我们产生嗔恨心啊，然后会对我们地球甚至对我们人类产生一些维缘障碍哈。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持诵这个莲师心咒啊，那我们所处的一切地方啊，一切的疾病。灾厄啊，兵灾啊，武器的战争啊，还有凶年啊，恶兆啊，都能够消除啊，风调雨顺，带来吉祥跟殊胜啊。所以呢，我们一起念莲师心咒啊。虽然我们的力量很小，但是如果我们透过开心禅跟解脱道这样子的一个力量啊，我们能够安住在我们的觉知上面啊，甚至安住在觉知的深层。心的本质上面，念诵这个莲师心咒，那这个功德力啊是非常殊胜的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念诵莲师心咒啊，在这一生还有来生还有中阴啊这3个阶段，都有可能会见到莲师的哈。好，那如果我们平常念诵莲师心咒最少100遍的话，100遍一天能够念诵108遍以上。莲师说这样子的人会让人家看到欢喜看到之后欢喜啊，食物啊，财物啊，全部不劳自得不用很辛苦去跑外卖啊，或者是做很多工作啊，你自然的所有的物质的条件基本都会有但是不太可能会大富大贵大富大贵，当然你可能要去做一些布施供养那一开始你要做布施供养，这个可能你会觉得自己已经没钱，我怎么还去布施供养？那没关系嘛，就是给一点点用1块钱去布施，2块钱，每天1块钱布施，2块钱布施，慢慢的，我们的自我的这个好像觉得我很缺乏，我不够这种状态慢慢把它打破，慢慢一点点，一点点。你会觉得，自己我原来我自己是拥有很多的东西的，我是可以给别人的。那慢慢的心量越大的时候，福报就会自然就会出现，甚至你会觉得很知足、很感恩。那其实这个就是最大的福报就是一切也都有了这才是好，那如果我们能够念诵1000遍或1万遍莲师心咒的话，莲师说这样子就可以调伏他人加持的力量也能够迅速。到来，念诵10万遍或100万遍这个数量的话，能够勾招三界，并且调伏三界的天上的人魔能够使唤他们就像仆人一样，自动前来协助那4种世界迅速成就对于利益众生所有的心愿，具足无量无边的力量。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念莲师心咒能够达到非常大的数量的时候，那就是跟莲师无二无别所以这样的数量大概是多少？大概你要念诵到3000万遍到7000万遍这个是蛮多的这样子能够念诵到3000万到7000万遍的数量的话，就能够跟30诸佛不会分开，跟莲花生大师无二无别。
但是我觉得念诵三千万七千万，那是很扎实的念法啊！你不能说嗡嘛吽宾遮咕噜，然后就想到哎其他地方，然后 city 的时候闻到一股味道来，哎又被他带走，心一直被带走，被色声香味触法，被念头被情绪带走，被疼痛带走，甚至被昏沉带走，嗡嘛吽宾遮睡着啊！那常常心被带走。念诵莲师心咒，当然有它的善根加持力，但是，我觉得就不是那么踏实。那如果你能够安住在觉知上，嗡嘛吽宾遮咕噜呗嘛呢叭，甚至安住在解脱道的课程里面所教导的，安住在心的本质上，明空波上，嗡啊吽宾遮咕噜呗嘛呢叭，明空波，这样去念诵的话。那就是很踏实、很扎实的一句啊！你念一句就是有一句的功德力，而且是非常广大的啊！所以这个力量啊，这个是很广大的。所以我们要来学习开恩禅跟解脱道的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没有学开恩禅跟解脱道，那我们念诵这些咒语啊，其实当然很好啊，可能不是那么的扎实哈。除非你要念诵很多很多很多，突然间有一天。嗡嘛吽宾遮咕噜呗嘛呢叭，突然清醒了，你知道你在念什么？你认识出来啊，这就是我的觉知，我在念什么？好，那从此以后你就每一句都很清楚，每一句都很清楚。哎，这样也可以哈，但是有可能你要念诵很久才有这种功德力啊，但也有可能你念很久很久，你还是无法认识出来。当然也不错，你也增长了善根哈。你看下一辈子再来一次哈，再来继续念哈。这样也可以的，没问题哦。好，那我们这个莲师心咒啊，莲师有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哈。总之，莲师心咒啊，这些咒语啊，并不单只是我一个人的精华，它是包括莲师心咒，包括四序部啊，本尊的九乘教法、84000法门的命脉啊，全部的精华。上师本尊空性护法的所有的精华的总集都在莲师心咒啊，所以我们可能明年也是继续会再发起莲师心咒异变的修持哈，能够来回遮整个地球整个我们人类的内心的浮动哦，能够让它平静下来，能够去看到自己内在本具的觉知慈悲智慧。好，所以呢，我们可能明年还是会持续来发起这个活动啊，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念诵这所有的那个上师本尊空性化的精华的咒语都在里面。好，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开始来做共修。好，我们正文一遍，然后中文这个两遍。上给觉当初给求难了，想求八度大涅槃初期，大给尽说几遍说难记。陀罗遍及上给诸八修，诸佛正法甚深重，自知菩提无归依，我亦不是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甚深重，自知菩提无归依，我亦不是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好，我们皈依。所有上师本尊空性护法总集的莲师，还有三宝上师三宝，接下来我们要发起四无量心。
然后手良心也是开心禅二阶的精华。曾经谈起地我当地位，就当殿八九级，东阿当东阿济，就当藏我秋季。东阿弥呗帝喔，东巴达弥匝喔，求吉耶呢羌达尼当扎维当牛揭摩罗尼巴求吉，愿一切有情须热即热饮，愿一切有情离苦即苦饮。愿一切有情不离无故之妙热，愿一切有情远离亲疏爱憎，常住大平等生。愿一切有情聚热即热饮，愿一切有情离苦即苦饮。愿一切有情不离无故之妙热，愿一切有情远离亲疏爱憎，常住大平等生。好，发起一个很好的东西，我们在这里不光只是为了自己。的所有的想要获得什么物质的东西，或者是祈求自己能够广开智慧之类的哈，不光只是为了自己这样子，我们还要发起好的东西，帮助一切众生啊，离苦得乐，甚至成就佛果啊，在四无量心的基础之下啊，发起菩提心，然后我们现在要来祈请莲师降临在这个地方。事实上，当我们想到莲师的时候，莲师就在这里啊，你不用去想得非常的仔细，你只要知道莲师就在这里就好啊。这也是莲师的承诺，只要我们能够念诵莲师七句祈请文，他就一定会降临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来祈请莲师降临这里，能够加持我们，还有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开启本具的觉知、慈悲、智慧。Om Mogye Yochi Nung Jam Cham Be Mogye Sa Dom Bo La Ya Chen Cho Ki Un Cho Ne Be Ma Chung Ni Si Sum Cha Ko Do Kam Cho Mam Be Go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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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 Da Cho 清净那契歇娑娑咕噜贝玛悉地吽，无尽刹土悉贝夷，利花花尽贝亚桑，悉有殊胜妙成就，得大明成莲花生。周围空心中围绕，我虽本尊勤修持，其次加持其将领，咕噜贝玛悉地吽。唵嘛呢叭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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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成莲花生，周围空心中围绕，我虽本尊勤修持，其次加持即将临咕噜贝玛西地红。好，现在莲师就在这里。然后我们一起来念诵莲师的心咒，希望能够加持我们还有一切的众生。
来自于整个地球，还有最重要的，我们苗栗的嘎壁关山林所有的募款还有新建啊，全部都能够毫无障碍的能够承办一切。嗡啊吽，本扎古鲁贝玛悉地吽，嗡啊吽，本扎古鲁贝玛悉地吽，嗡啊吽，本扎古鲁贝玛悉地吽。Om Mah Om Benza Guru Bema Siddhi O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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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 Om Benza Guru Bema Siddhi Om 好，接下来我们要各自来持诵莲师的心咒。好，我们可以安住在，如果你有上过开心禅啊，解脱道的见地的话，还有实修的技巧，那我们就安住在这样子的实修的见地还有技巧上面啊。如果是开心禅一阶的精华重点，那当然就是四个字啊。如果你已经知道的话啊，就非常的棒哈，就你要回忆起来啊，这样子的一个法教的重点，开禅一阶的精华四个字的重点，那就是认识觉知要认识出自己的觉知比如说我们现在眼睛在看，嗡啊吽，本扎古鲁贝玛悉地吽。我是一般的觉知在看，还是我带有着一种我认识出我正在看，我知道我正在看，我有意识的正在看这个字，同样道理，我有意识的知道我在念什么，你也能够认识出来我正在念什么，这个当下就是认识出觉知。那你念诵这个莲师心咒的时候，那你就有它的功德力，有它的威力在哈。那如果是安住在开禅二期的见地上，还有方法，那我念诵这个莲师心咒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一起来念诵莲师心咒，事无量心嘛，一切的众生，包括我讨厌的人，曾经伤害过我的人，都一起来念诵莲师心咒。当我们念诵莲师心咒的时候，所有众生，尤其伤害我的人，甚至讨厌政客，全部都变莲师，所以无恶无别，大家都是有莲师的功德，那这样子还不够啊，还无法真正断除烦恼。堪禅三阶的精华重点那就是一切就像梦一样，我也是空性的
本尊也是空性的，就像彩虹一样啊。去摸彩虹的时候，哎，好像有穿透力，但是它又非常的七彩的啊，非常庄严，非常的漂亮啊。所以呢，一切都不是真实，但是它有所显现啊。你给安住在开展这些见地啊，甚至安住在解脱道的见地，这一切有所展现。有所显现，但是，找不到他在哪里，他也没有形状颜色啊。然后安住在自己见地啊，然后持诵莲师心咒。好，那我们现在各自来持诵莲师心咒。我们没做过表示，我们没做过表示。心跑掉的话，再把它带回来，轻轻的带回来。你知道跑掉当下，那就是有的觉知了，就认识出来，继续持诵，也是心咒。嗡啊吽本扎咕噜呗嘛西里吽。好，那我们今天共修就到这里，然后我们来做回向。
好，以此功德，愿真佛之心，向普烦恼愿弟子过关，身老病死汹涌之波涛。愿度众生解脱轮回海。好，那我们这个莲师心咒啊，共修也快要届满一年了哈。那这个主要发起这个莲师心咒的这个念诵啊，刚刚一开始有讲哈，主要就是为了苗栗德嘎兴办哈，这个闭关禅林能够圆满无碍。以前呢，这个我人家说盖寺院，没有钱，没有钱可以盖哈。就是早期像一些比较大的寺院呢，就是都没有钱，但是他们还是要去盖哈。但是盖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哎，钱就进来了哦。”然后呢，就很多人要来帮忙。你只要一动工，就很多人来帮忙。哎，那我就想说：“哎，那我们苗栗那块土地啊，很功德主一直在催嘛。然后这个也是想说，能够利益当地的众生，甚至广大的众生来学习禅修，来学习佛法。所以那时候我想，哎，那应该很简单哦。好吧，那就来试看看。”结果没想到，现在自己在盖的时候，自己在经在在弄这些的时候，才发现好像没有像以前他们讲的这样子哈。后来我就想到一个情况，原来时空背景不太一样。30年前，甚至40、50年前，哦，他们在盖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台湾经营康邦的时阵哈，那个时候，但现在呢是。整个世界经济都下滑，所以我忘记忽略这一点。可是有时候也是一种，懵大哈，就是鱼胆哈，胆子一种很鱼的胆子哈，啊去做，就一做啊遇到好多瓶颈啊，所以常常都升起一些退道心哈。这个就想到啊，舍利弗尊者他以前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在过去世啊。啊，舍利弗尊者，他就是想当菩萨啊。这个从小乘要转到菩萨道的时候，然后天人就你看到他，哎，他心通嘛，就知道这个行者的愿力啊，就化身一个人啊，然后呢跟他说，这个我妈妈我家人哈，需要那个一个修行人，大修行人的眼睛呢，来熬汤，然后喝之后他的病就会好啊。这个舍利弗尊者就想。我现在不是要发那个菩萨道吗？行菩萨道，哎，怎么突然间就出现这个人？那应该就是这个考验我的哈，我才不会被他打败哈。所以他就好吧，那我就挖一颗眼睛给他。结果这个挖一颗眼睛之后给他之后，他说：“哎，你怎么挖到右眼？我要的是左眼。”哇，这个所以不就这就我搞明气哈。他应该后悔说怎么没有想到，所以先问清楚哈，就好吧。现在行菩萨道，那我就再挖左眼起来，就给他。这个人呐、啊，天人，那就化身这个天人，就闻一闻之后，哇，这个很臭啊，我不要了，把踩在就丢在地上，然后踩一踩，哎呦，碎掉的声音哈，很恐怖，那个画面恐怖。结果呢，这个舍利弗尊者他就退失了道心，退失了菩提心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承办这些事业的时候，也常常有这种心态啊，掉到谷底哈，就是唉，算了，不要做了哈。但讨一定势力哈，去洗一半哈，所以还是没办法哈。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洞天护法还有莲师能够加持哦。我觉得对莲师哦，还有我们对莲师还有护法啊，都有信心的。一切都交给莲师啊，所以我昨天有听到一个师傅说啊，他的寺院啊，真的也是
很辛苦哦，然后可能盖到一半，然后勒令停工，然后还有就是钱的问题、经费的问题啊，然后呢，他就跪在佛菩萨面前，然后就痛哭流涕说啊，这个是三宝的这个事业哈，这可以利益众生的哈，以后大家可以来学法、来听闻佛法，能够修持啊，然后就哭给佛菩萨听。那结果隔几天，哎，他认识的一个信徒居然中了彩票。居然中彩票，然后那一个人其实都是一毛不拔了。他居然打电话给这个师傅，然后说要捐款，而且还捐了彩票的一半啊！我昨天听到那个师傅讲，一个马来西亚的师傅啊，也希望说我们在座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去买彩票，能够中，能够帮助我们苗栗啊闭关成立啊！这是开玩笑哈，我们就是尽力啊，能够交给莲师还有护法神来帮助我们啊！如果真的我们都尽力了100分。可是因缘，哎，不具足啊，那我就放下了哈。好，那谢谢大家啊。那我们下个月12月，我们有莲师译变，这个持诵译变新作的整个总回向哦，在12月的时候啊，12月，那12月的时候，我们也会请到噶陀仁真千宝而仁波切来修法哈，在12月啊，12月几号呢？这个，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那个官网的设定，然后在12月21号、21号、22号啊，礼拜六、礼拜天啊，希望大家也能够踊跃来参加哦。我们也会有莲师新作的修持，有一个特别的法门仪轨哦，在那边仁真千宝仁波切噶陀仁真千宝仁波切会来传授。好，希望我们大家也一起回向整个世界啊，都能够和平安乐，整个人心比较浮动，能够认识到本具的功德。好，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然后事事如意，谢谢。